皮药。可能比这骨较大只。嗯。哦，你看遐有鱼啊。灌水机。这嘛真大丛，这真有主力啊！这边僵尸哦，对吧？哦，开会开安尼路，好，啊，拢要开的嘛，拢白白哈。啊，咁白唔是拢红红唔咧？啊，拢要开的。我知啦，我。旁边这个是怎啊？我阳台嘛，我的阳台放两丛哦。嗯。生甲手只大棵啊。嗯。我就。像大闸我甲斩掉的，摕来做，摕来做闸。他不会相思。你这皮，你这皮啦，你着按咱遐迄，迄皮遐迄皮那甲像剥皮安尼安尼。哦，差遮济，百千层甲迄相思差遮济着。
车啦，只头停车啦，我想讲。叫到他停车啊！人家在施工啦，这边敢那？那头你看敢那袂使行。工装到12月3号，我来叫，不然请进来。这今嘛都在生蕉啊，你知道？有啊嘿。今嘛春天，迄个都春天起来，蕉啊都在大只。我看足侪人在翕，迄蕉啊，细只的蕉啊，蕉啊收的。蕉啊收的。嗯。啊，迄旁边都好大只。大个土花对不？大个土花。我顶礼拜。你卖细只呢？他大个迄物件，可能是卖细。已经卖细只，但是拢要无毛。要飞，要无毛。嗯。无毛啊。都生出来，还无什么毛。再去头路，那个什么，这些细节，那鸭蛋、鸡蛋皮的。你就家掠转来，家吹吹嘞。死去啊！要吹。啊？要死去啊！好死去哦！死去就掠转来，细细胖胖的。啊，无甲埋喺土内底嘛，通做肥料啊，对吧？哎呀，你看，遐遐就是路无好。是啊。很多你迄路边，大了一座啦，大了迄个。哎，伊飘过迄个路边堆，迄堆有无？迄堆就是面向大路啦。哎呀。是啊。啊，这个要怎办？就较早阿西迄工厂。污染，污染叫污染。污染
迄向天天天迄个添添迄个添迄个污染，添迄土地，拢污染。地下是啊，不是土地啊，地下。你水啊灌咧地下落。我这个做一挂生水啥，电炉棒咧，生水遐水拢灌咧地下落。所以，敢那这个也是顶过，还敢有上报纸的啊？是啊。嗯，我背唔到几页啦，啊哈，济人过了百个呢。有啊。老的囝，老几个呢？还会使食无？老的囝啊，啊，老的大大只会食你啊。你囝尔，都拢迄落都出来，都拢互打打死啊。嗯，做了会使食吼。对啊。啊，爱安怎食？老的就较敲开，内底食内底遐，遐迄个肉。啊。我敲开。靠几丛火甲生生甲洗洗个啊，迄个肠甲洗掉啊，肠洗掉炒到枕头啊，到枕头。迄只大只，迄内底嘛还不离有料呢。炒春只，嗯，迄顶顶迄个尔啦。嗯，迄村内迄都无食。你知影迄是迄间原生种，你知无？应该是原生个啦。迄间原生种，嗯，唔是啊，啊唔是，唔是迄日本人吼。日本人来甲恁统治了，惊恁台湾人无通食，无营养吼，无蛋白质营养，对非洲引进的，那叫做非洲大田螺。哦，啊，第1919还是三几年引进的？哦，叫引进的鸟。嗯。对，迄当阵物质缺乏，惊恁饿着。安尼，到迄当阵要开始要战争啊。三几年那种战争啊！哎哎对。你知影有一站迄个，你知影大溪，迄金兰酱油无？嗯。金兰酱油，嘿。你食迄是食白肉类啦。嘿，就是食肉类。食法国的什么？不是，伊就是肉类。不是，迄家伊嘛是家己饲的。对啦，都是饲白肉类，迄个都青食啦。嗯。迄法国的肉类啊，青食食死人啊！迄个。讲内底有一个什么线虫，线虫菌还是啥物？金兰菌的头家食死。我讲吼，还有三个后生吼，两个后生嘛食死吼。对啊。啊，姨母嘛敢食死吼，反正规家拢死啊。刚刚伊第三个囝吼，迄阵我都伫法国留下，还袂转来，无伫厝个。哎。你住啊，较早恁阿群里伫巷仔底，巷仔头。金兰酱油哎。伊住巷仔头，伊住伫遐咧，伊就种伫遐。嗯，你三姑的那几个行啊，后尾啊，迄祖孙阿公啊，死去啊，吼，啊换兄弟嘛，拢死，剩一个，所以就剩迄个第三个花，吼，第三个花转来，后尾啊，即摆换迄个。换迄孙，换孙吼，孙才有三十几岁，转来换吼，开始去迄个分袂病啊啦。那个金金，你那个金头乌鸦。那个民族老金。剩迄无死，迄转来换，啊，剩嘞要食的。哎呀，家属要分啊，所以就分。哎呀，都是换。生理外好无？换孙嘞，迄辈你坐啦。对。你生理当时五六十年，当时生理当好。哦。我来迄个职工阿姨，伊咧甲讲，哦，伊退休金拢寄伫遐。寄伫当。台电退休的嘛。就叫金兰酱遐啦，是哦，我唔知分几啦，我都分二啊，偌济啦。哦，甲我讲，哦，偌好诶，
迄当都伊伊当啊，设咧设咧面做落遮尔啦。哎，可能迄当已经咧，现在正可能在咧叫啊。啊？无诶。不是嘛有？伊可能嘛叫，现在正拢有。嗯。够叫的。叫金人叫，够叫的。叫，姓东啊，姓东有唱啊。对，迄个较早民族路迄条都过迄个正平，迄个有唱啊，姓东有唱。这有这种行用落去啊。结果唔来叫，可能叫十外年有啊，十外年有啊。我都要，算算讲，我操，二十通的操。并无赚就对啦，无赚就利息，敢若提保险提转来尔啦。那，是哦，为虾米？了钱哦。就了钱啊，就让倒去倒啊，信用倒去啊。哦，已经清算了啦。是啊，清算了就无倒去就无迄落啊。咱做第二次啦。咱车啊。胖你看，我们记迄个叫做阿文职工啊，哎，伊个地中路遮，一间产厝就对啦，变咧做产用的迄个厝就对啦，你看他买也是啥就对啦。哎，咱啥房大嘞，房比少人大，租人个款哦。我讲要个土转来，倒嘛摕钱放人啊。结果嘛，算算嘛无赚。是哦。伫中路遐，可能伫中山高桥迄个遐。啊，那会借伊大煞变做伊个迄落，啊，请伊走。租伊个就对啦。啊，我咧起厝啥，安尼翻修啥，我去过小过咧，对过过我煞无多。你去头前遐倒。